understand what you do to me when you hold his hand. We were meant to be, but it's just a fate. Made it so we had to walk away. Cause we're on fire, we're on fire, we're on fire now. Yeah, we're on fire, we are on fire, we're on fire now. 以莱本他晚上都要撩妹子，所以他睡得很晚。我不防。那你应该也举黑的，因为他要看电视剧什么的，看得很晚。睡得晚就睡得晚嘛，总有一件事要干的嘛，对吧？都懂了就行了。他每天晚上三四点在撩妹，在那个被窝里不知道在干嘛。我们在拍视频，你不可以这样说。他晚上睡觉都要看看电影、看看电视剧什么的，然后就睡得很晚。他每天早上起床很利索的，然后他会每天早上放一些很恶心的歌，然后我就会起床。那很好听，好吗？其实我们俩差不多吧，就但是我喜欢选黑的。你个人跟我儿子一样，伺候他睡觉，伺候他起床。感觉每次都是我叫他吧，就是每次都是我叫他起床了。肯定啊，对吧？睡得晚，起的肯定也就晚一点嘛。他早上起床，反正特别困难。我经常起来了，洗完澡他还没起来。没办法，太冷了。说出来你可能不信，老纪听到这些问题都笑出声。什么意思 ？Bathroom 啊，你洗澡的时候。我反正不知道，反正 Gaby 每次进去厕所就，然后一个小时再看见人，然后在里边就反正不知道干什么。哪有一个小时？最少一个小时起，多的时候就直接在里面就睡着了。我第二天早上起来，看他从里面出来。我觉得我一天洗两次澡肯定比他花的时间多。我一次澡洗很久啊，我一次澡洗二十分钟。每次要用厕所他都在用，很墨迹，所以当时我觉得很没法每次洗澡，我都要在外面玩了半个小时的手机。这个我从来不看好吧，但是我想举黑的。他自己睡觉肯定不知道自己有多那什么了。他也是啊，他。对啊，但是我知道肯定没有他那么，他睡着了就是在那啊说梦话，他完全听不懂的，英文都不是，就在那说一些我听不懂奇奇怪怪的话，然后我打呼啊什么，好多。你怎么这么有默契啊？之前有人拍过我睡觉的样子。他拍我裸照。他睡觉的时候，就是总喜欢头钻在被子里，使劲钻，然后往下钻。反正我睡。那应该是我吧。我每天要想穿什么穿什么，然后我每天随便披件衣服我就跑过来了。他从起床到穿衣服要花十分钟的时间。
上半身子出来了，下半身子还在被窝里。那太冷了，必须从上到下一件一件穿。因为老机基本不怎么穿衣服。啥呀？我会一件换装，好吗？我也是，我也是。你早上有没有看到我怎么穿？我一套，我三秒。快快快，开始！黑的黑的。